谢谢法官们，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拿到这几万块钱。赵勇，我惹不起，这件事儿就这样算了吧。以后我也不会再来青港了，我给你们鞠躬了，谢谢。赵老，关于您侄子赵勇的事情呢，我跟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不忙。 周局长真是带兵有方啊！啊，不是说好了几个年轻法官一块儿来，咱们一块儿聊吗？有什么事情呢？你直接跟我说，我是他们的领导，跟你说管用吗？为了这件事，我们的法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有人让我们掌管调查。 没有放弃，我们也不会放弃。判决不是儿戏，正义也必须得到伸张。很简单，把麒麟留下。哎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这建议不错。 这麒麟法官非常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，我应该双手赞成的。我双手反对。轮岗制，轮岗制，什么叫轮岗制？你不懂啊？我懂啊。那你这么干，不叫轮岗，叫调动。我们赵军是在外面学习，人不在，但我还分管刑侦这一块，我在啊。你这么挖墙脚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这可不叫自私啊，马院。麒麟法官在我们执行局干得多漂亮啊，这是有目共睹的啊。 他都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！那你是不是应该知道，麒麟是咱们全院连续3年的接案率冠军呢？我知道啊，那是不是说明他更适合刑听呢？那可不一定啊！哎，谁呀？杨女士您好，我是青港法院的严恩阳，好久不见啊！我们交过手，记得你。啊，对对对，咱老熟人了嘛。您今天把门打开一下呗，咱们聊一聊。那你把手拿开，我开门。